要求要回无人飞机，奥巴马的请求被伊朗人笑。奥巴马很生气，因他在伊朗失去了一台高科技隐形无人飞机。但为何美国没摧毁坠落的空机呢？伊朗领袖应该很高兴有新玩具可以玩了。奥巴马对外宣告要回他的飞机。伊朗人花了多久才停止嘲笑奥巴马的要求嘞？伊朗人说无人飞机现在是他们的财产。无人飞机技术未来展望是啥呢？你还犹未尽吗？输入 anime.tv